芬达和柯佳嬿从交往到结婚十年来都非常低调，甚至还因为很少公开互动和两人的生子问题，引发外界传出五年婚变传闻。而最近有周刊拍到小两口在空闲时间一起出门逛街，十指紧扣，根本超甜蜜，直接打破荒谬的婚变谣言。不过许多粉丝仍关心柯佳嬿对生小孩一事的态度。过去他曾回应叫他去冻卵的网友不用担心他的卵子，也有不少媒体写他坚持不孕。没想到柯佳嬿本人出来回应了，他表示自己从没说过坚持不孕，只是目前没有计划，希望不要因为文字不同而产生误会，还直接点名几家新闻媒体。虽然亲切地加上一颗小爱心，却也能看出大家关注的生子问题带给他不少困扰，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揣测，让夫妻两人低调生活啦。